18岁呆胡歌旋风11人崭露头角，饰演女鬼大火，狂吸粉。陈瑶1994年10月31日出生，中国内地女演员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。2014年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就读的陈瑶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《旋风11人》，2015年主演民国玄幻网络剧《无心法师》，凭《月起罗》一角崭露头角而受到关注。2016年电视剧《致青春》中，陈瑶饰演玉面小飞龙郑薇。2016年古装玄幻电视剧《青丘狐传说》在阿秀单元中饰演狐女花月。2017年在韩东君主演的民国玄幻网络剧《无心法师二》中，陈瑶反串饰演男儿身的小丁猫，在即将上映《贵中美人》中饰演九尾赤狐胡飞鸾，期待他精彩的表演。